公式是什么？好，我用公式写歌。我用公式写歌。啊，那个公式不是大家想的那个什么套路啊什么的，它是我用的一种作曲的方法，就是我把旋律分成了很多的小动机，然后每个颜色不一样的东西，不同的颜色如果太乱的话，那首歌一定很难记，然后也没有可能没有旋律感，所以你看我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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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你看我会用一些动机的组合，绿色、红色，然后，你就是旋律的律动，你是感觉就是描绘了一个中国的山水，这个叫山水感觉。对，这是我师傅教我的，对，我师傅创办的这个发明的这个东西。哦，是这个公式，这是你们这个所谓的公式，但它不是公式，它是一种方法，就是这是理性。加上我们的感性来结合，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去分析之前那些经典的歌曲，看他们的动机是怎么组合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学习，就是它是也是一个学习作曲的一个过程。哦，对，这样就很直观很明了。太好了。